2018中国赛昨天继续进行四强赛的争夺，国羽在几个项目上均发挥不佳，陈龙、双塔、樊晨均未进半决赛，只有混双有三队选手晋级。下面是详细赛果 9.21 赛果，其中一男单陶田贤斗大比分战胜斯里坎特，还有谁能是陶田的？周天成2-0击败孙婉虎，胡梓潼协恋爱后有些不思进取了。石宇奇2-0战胜武家朗，陈龙1-2不敌金廷。这场陈龙打得很好，第三局体能下降，被金廷逆转。二女单高榜杰0-2不敌马林，马林状态似乎回来了，相继拿下世锦赛和日本赛冠军，可惜小戴状态低迷，双方未能再战。何冰娇0-2不敌山口希，这场球其实胖娇打得不错，不是被横扫，是关键分上处理不好。陈雨菲战胜辛德湖，这是三场女单中唯一的一场胜利。澳元希望2-1战胜印尼的玛丽斯卡，对手将是马林。三男双国羽内战，韩成凯周浩东2-0战胜黄凯翔王懿律，这对小将正在稳步提升，希望能和双塔并肩作战。国羽另一对小将何济婷谭强，遗憾一道二负于中华台北组合陈红宁王麒麟。赛后两人表示关键分上处理不够果断，双塔状态不佳，0-2输给阿斯特鲁普拉斯姆森。无缘半决赛小黄人的印尼内战仍是他们笑到最后。四女双樊晨组合发挥牵挂，被保加利亚的斯托伊娃姐妹淘汰，这有些意外。印尼的拉哈尤波利组合击败日本的米原小春田中志穗，日本内战中松本麻佑永元和可纳2-1击败福岛游纪广田彩花，松高战胜丹麦一对组合，又占据四强1-5。混双雅思组合险胜泰国沙西利组合，第三局比分是21-19，有点刺激。王皇组合2-1险胜丹麦佩德森组合，第三局打到28-26。其实整场压哥状态一般，可能之前打过男双还没有恢复，还是靠着东哥的稳定发挥带压哥取得胜利。张楠李英辉2-0战胜渡边勇，大东野有杀，这对日本组合全英在夺冠后一直被国羽混双压着，雅思王皇张李碰到基本都赢的最后一队晋级四强的是港队双佐，他们击败了印尼的苏珊托组合9.22对阵12点开始看点一。石宇奇再战陶田贤斗，期待主场作战石头能有好的表现。二金廷再战周天成，可谓冤家路窄，亚运会上被老周淘汰，看这次能不能复仇。三女单马林对阵澳元希望，目前双方战绩是马林5胜6负，伯仲之间。四小花陈雨菲再战山口希，加油吧，不要有压力。五国羽小将韩成凯周浩东再战小黄人，能否阻止小黄人前进的。六混双国羽内战张楠李英辉对阵王皇组合，你们希望谁获胜？